蚂蚁都很爱喝啊。对啊，你要小心，半夜尿尿，蚂蚁会去攻击你。没有，小心半夜睡觉的时候被搬走。对啊，蚂蚁人，蚂蚁人，蚂蚁蚁人，蚁人，蚁人，吓都吓死了。吓死了，恐怖死了，恐怖死了，恐怖死了，早安安，安安，早安安，你是不是在卖某某？对啊，你没有，谢谢你的香菜宝宝，昨天送小鱼，恶心，哦，现在这是香菜宝宝，可爱啊，没有，没有宝宝，它是香菜。好香菜的臭，为什么要给香菜？为什么会把香菜做礼物啊？对呀、啊，臭、啊，香菜很棒啊！不是啊，可以挑其他东西吧？他就觉得这个很有争议啊。你要哪一天有什么姜宝宝哦？姜宝宝换哈奇宝，苦瓜宝宝。没有，我跟你讲，那个可能要什么五花肉宝宝，或者是那个菲力宝宝，菲力宝宝，板腱宝宝，板腱宝宝，板腱宝宝，然后最高级就是和牛宝宝，哇，A5宝宝，A5宝宝，听起来有点厉害哦，结果变纸张了吗？A5，你说 A5纸吗？A5纸，A5纸，A4宝宝。啊，难得我们礼拜三玩麦块，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在礼拜三玩麦块了耶！两年有了，没有，哪有？我们Amigo也有玩过那个好吗？谁是杀手啊？我们之前有玩什么两个小时生存破关，虽然没，是从来没有一次两个小时破关啊，太难了。我们都嘛花了大概三次直播以上把它弄完。嗯，对啊，你是这样怎么是六小时可以啦？就我们要改 logo， 六小时破关，没有，但是发现两小时过不了，再加一时，加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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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委加码，那是组委，组委加码，组委继续加码一下，继续加码加啊。啊，那个上面有什么奖励啊？没有吧？有人用飞的，谁？哎，我太空人呢？太空人不会也不会飞啊！太空人是会飘、欸。快点帮我排后，把他杀了。就是他、啊，你们看我后面的背包。哎、欸，我的背包是氮氧气瓶，我们也都有啊。我吸氮气，然后往上冲。那你还不早一点升天？早一点没有？哎、欸、哎、欸，不对哎、欸，是吸氦气才是在才是声音变很奇怪的。小气，小气，小气哦！那还谢谢小奈布的超级留言。氦气可能会飞起来吧？氦气也吸，氦气是直接死吧？你那个比那个加糖的致死量还恐怖哎、欸！哦，真的、哦，不能吸。哦，氦气是有做热气球的那个吧？可是太危险，就换氢气。没有，没有，是氢气太危险，还是氢气太危险换氦气？氢气太危险才换氦气，反正就是两个其中一个嘛。因为以前有那个例子，就是爆炸，它会爆炸，爆炸，碰到火直接爆炸，不是吗？这个时候知道我们以前学生时期谁的化学是学霸，谁是那个？我超烂的，我这是我也超烂，我也很烂，我超烂。我如果烂的话，我就完蛋。我知道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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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话看看不到，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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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拔 OP， 拔 OP， 真的，在人家的地盘还在那边，希望这是什么？哦，小雨这句，小雨我们是不是很有心结啊？哇，我都不知道小雨以前会这样子呢。哦，不会啊，小雨。哎、欸，你每次当那个什么诈欺师都骗我唱歌、欸，哎对我每次都每次超恐怖的。然后、啊、我是真的懒的时候，你就不唱歌，我不知道你干嘛。对、啊，哦，气死，就没办法唱歌，哑住了。音乐，你要跳到对面那棵树上，你就知道了。跳到对面树上，跳的是过去哦。哎、欸，有用飞的啦，然后跳下去。嗯、啊，怎么了？没事啊。没有东西啊。好、哦，没有会回到中间。那你就是完成了一个循环，你之后要继续一个循环，这是一个永动机。永动机。
没有错啦，没有错啦，没有这个跳不到。对，他进早了 IP 吗？有，等我一下。今天你为什么跳不到啊？对了，我们大家都是太空人哦。啊，对啊，太空人啊，太空人，对，我也是太空人，又有了，嗯。太空人，太空人，太空人，哪里有熟？怎么了？好像有点熟耶。你知道太空人还是要台湾人呢？还是你要？你们怎么了？奇怪，我怎么跟你们脱节啦？没事没事啊，最近很常被找，对不对？我懂，懂的就嘿，你们知道那个是某人的录影，被召唤的指令，对不对？这样子，然后就被召唤。阿米，他来自上天。今晚有空吗？这样子，今晚想来点，我想来点，今晚我想来点音乐团团哈记，哇，太好笑了吧？好，都进来了，被他名出来了，这样，再等我一下下，这个有彩纸包吗？你好，没有，没有，这好像没有彩纸包，没有，没有彩纸包，就没有啊，第一次知道完蛋，我怎么变成兄弟呀？我是想要先把那个奖金归零一下，那个有人太多奖金了，看得怪怪的。哦，就是那个上面那个，对不对？作者。对，哎哎，没有那个是作者而已、啊，他只删而已啊，他只删掉在场的人。哦，没有啦，我知道是作者，可是我看到还是好。哦哦啊，那个数字有意义耶！我现在才发现。有吗？五二零一三一四啊！你现在才知道、哦。Oh, 我现在才看到，白痴啊！我也没看到。哇哦，单身狗啊！爱你嘞，我也单身，爱你嘞。但是可以删掉的，可以哦。哦，怎么变白色？哦，五二零三一没了，哇，没了，没了，五二零一三一，要变我恨你啊！我恨你一二三四。好啦，今天这个全民逃亡中，他好像有做万圣节的优化跟更新啦。哦，新地图吗？我不知道地图会不会有万圣节的东西耶，看起来是一样。之前就有那个啦，有旗子，就南瓜的东西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主要是优化这样。然后优化好像有优化一些，比如说我们上次遇到的所有的问题，它都有做优化这样吧。对，对，然后好像烟就对最主要是烟火只会放一次啦。对，烟火对有点啊有摄像头吗？他摄影机好像没有哎，好像还是要我们自己弄。哇！我找一下摄像头。你先准备好吗？哎，就是鬼。我想当鬼。然后他还有什么？哦，他还有时间啦，时间好像有缩短了一点。一局变短了。一局好像变成30到35分钟。嗯，然后任务间隔也变短。对，他都有，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所有的问题或是优化，他全部都修正了，超猛。那这个时间的部分，我自己设定会更好。哦，对啦，老实说，我也是这样觉得，就是克制化。之后会不会？嗯，有听到吗？被养坏了，被养坏了，真的是被养坏了，太自由了，你知道吗？哎呦，就想要自由一下。那剪片压力很大，对不对？没事，这边有个自行选择特殊任务，哎。哦哦，对，他讲是一定会出特殊任务，不用怕，他不会出来。对哦， oh. 看一下，嗯，多余六位的话就可以必定启动一个特殊，他就是每一个都有说，就是怎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啊，我们今天是七个人嘛，对不对？嗯，所以我们有六位逃亡者，那他写多余是一定要大于六位，对不对？对啊，嗯，应该是吧。好吧，那这个就不启动了，那这个特殊任务不启动。嗯，那就是这个吧，然后。有至少两位观众，他的观众是指什么意思啊？是指幽灵吗？幽灵吗？嗯，哦，两只鬼在飘的时候，还有两只摄影大哥在跑的时候，两只摄影大哥在跑的时候，他还有一个超快速模式，哎，超快速模式，他有个指定条件是游戏开始后15分钟内全军覆没就会触发一个特殊任务，这样感觉可以开一下哦，相反。对啊，蛮酷的。好，那就这样啦。我基本上他的特殊任务1、2、3、4五个里面，我开了4个。哦哦，可以，赞哦，赞赞哦。然后
我们刚开始有钱吗？有啊，一万块，很少是不多，没有啊，刚没有啊，还是开始没有进去才有哦，进去的时候啊，哦，好，有一个没有，因为这边可以调起始的金额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不用调了嘛，哦，应该可以吧。好，那我就先这样一次，反正他现在三十分钟一局嘛。先弃挂麦吧。好，那我按自动分队喽。好，嘿，随机选应该一位就好了吧？我们先重设一下，因为繁星跑到逃亡。哦，谢谢。好，来了一位，是尹月。哦，很恐怖哎。啊哦，辛苦啦。好可怕哦！可是他怎么存？他不是抓到人之后就会清空？嗯，抓到人就会清空。玩家头，玩家头。哦哦哦，对，那个头也是哎，对耶，对啊，直接复制呗。你要不要贴一个在那个在那个地上？没有，我直接放一个。对，到时候死掉。对啊，你就大家就死掉可以移动好了。对啊，对。没有，你们复制这个箱子，然后放在你们的。移储存快起来哦！啊，哎，怎么按？我忘记了。按键里面要先去设定。哦。哎呦，他记在放什么？哦，太长了，所以没有把那个是。那直接复制头颅就好了啊！傻眼。先复制头颅。不知道，可是因为你的那一排会被刷掉啊。那放在中介箱呢？对，放中介箱就好了。对，好。现在每个人都分一下，对不起，我们要完美呈现摄影大哥。摄影大哥，那头颅借我一下。完美好。好，我塞进去了。OK。耶，好，就到时候自己再先拿个那个出来，这样。看喜欢你喜欢哪一台啊？没有，喜欢哪一台？真的耶，喜欢哪一台啊？哪一台？哪一台？那我这一台。我就拿中间那台。是什么？哪一个？史蒂夫哎，这个史蒂夫这一台是拍立得吧？对啊，有的是拍立得啊，不一样。这是蓝乱底片相机，给我个灰的，给你灰的，我拿灰的。等你们那个摄影机调好，我们就摄影组摄影组会第一场。然后结果进去都没有想要逃亡了，有没有？为什么刚刚有人欲言又止的语气啊？怎么回事？是我啦，好不好？直接哎，因为打我要加入打不加入，不想当摄影大哥，哎呀，当摄影大哥，可以了吗？好了，那就要准备来喽，三二一，哎，辛苦啊！这时间你怎么还在拿手？辛苦你啦！哦，这是什么的？新的游戏，我忘记了。哎，这个是数秒数。什么意思？就是你会心里默念十二秒，你就是按下去的时候，它告诉你那个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然后后面会时间就隐藏了。对，那你要自己在十二秒点零到十二秒点九之间把它拉回来，不可以太快，不可以太快，一点点。难哦，好难哦，太难了，还要直接自由启动哎，考验你心里默念秒数的准确度。那鬼不能看到我们哦。就鬼丢！哎呀，就你先呐！哎呦，你懂，你懂的。哦，恐怖哎！哇，这么快！我可不可以直接出去啊？让我直接出去好不好？十一，完了，完了，就我一个人。哇！刚好哎，好扯哦！直接算你完蛋了，十二秒整哎！我走了，我走了，快跑！我跑！快跑！二一五七，跑了，准备了，快跑吧！我就要走了。哎呀！时间管理大师，好出来啦！完蛋了，真要灭团！要灭团了，我直接就丢出来啊！对了，现在那个叫做谁啊？那个我们人身上都有一出手一发箭矢，
哦，可以射一发，然后那个商店的道具的价钱全部被砍半了。哦，变贵了，变便宜了，变便宜了，便宜了，没有错。我觉得好像在被追，繁星救救我！没有看到我了吗？我怎么救你啊？你都追过我了。没有哈哈哈哈仰照一下鼻子。我是在哪里？想去尿尿啦。你要去找地方尿尿。我找一下厕所，我找一下厕所，这应该有厕所吧？那么大游乐设施，怎么会没有厕所？有厕所，有厕所，有厕所。怎么一进来就想上厕所？我刚对啊，刚吃药啊。哦，灌了很大口水。也是啦，先去上厕所上一上，这样子等一下才可以。好急。不要那么快啦，就晚一点啦，好不好？晚一点，晚一点，晚一点。他这不是第一个跑多吗？你晚一点，你晚一点，晚一点，给你游戏体验。有啊，你不要帮摄影大哥就很有游戏体验啊。不要啦，我跟你讲，小雨在刚那个海洋公园那边。他去钓鱼那边的，他去钓鱼。我没有。钓鱼的，小雨就去钓鱼。我想卡西。没有，我虽然没钱，我怎么钓鱼？哎，他应该看不到 ID 对不对？我记得。看得到吗？看得看得到吗？敌方看不到，友方看得到。好，去。别困啦！怎么这里？哎，为什么啦？别困啦！困啦！你可以去找小雨了。我不会找。你选任务来了啊！快哦，这么快啊！真的有真快。他没有写任务什么，还没讲，他没写什么。他怎么没写？有了有了，听见了，听见了。是什么？哦，每一区都有那个电的那个。我们要去想办法修电箱了。好，修电箱，修电。滴滴滴滴滴滴。啊！我被鬼火缠身了。我不要鬼火了。哪里有鬼火啊？不行哦！修电箱还鬼火？对啊，修电箱。Oh no！ 我找到一个电箱了，睡哦，睡哦！又爱发电！哎呀，你怎么吓死我了？我以为是他。对对对，白痴哦，我也吓到了。你在这里干嘛啦？我也被你吓到了。你很烦，快跑！你给他，给他，给他，给他。啊！怎么回来？我的队友不见了。每一区每一区都有，因为我们去用爱，我们要去修电了哦。用爱修电，对，用爱修电。好的。啊，请问我是不是迷路了？迷路，那迷路了。好，迷路得报，报。哎，现在到底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啦？我的天，很少，因为没在播啦。对啊，是哦。时代眼泪，世代的眼泪，哎，马赛啦，完蛋了！我上次没有修到一个任何一个电过，上次点这里怎么没有？好像没有。咦，小雨，你刚修哪里了？我上次直接被秒杀，所以没玩到。起始点那边都修完，我刚修渔港的起始点，哎呦，太够的啦！先去修啊，修一下。我那是小雨哦，吓死我了。我觉得很害怕。我记得这边有一个啊，我记得它是按一个按钮嘛，那个很像发电机的东西。拉杆，拉杆。完蛋了，完蛋了！目前进度零，零。开两台，你跟我说进度零。对不起，是我进度零，是对不起，我看不到发电机在哪里。它很大一个，它蒙蔽了我的双眼。对我被蒙蔽双眼，他用开场风机啦，坏鬼！我没有风机，来波波，来来来来，我跟你讲怎么风。好，你被找到了，我带你去找小雨，你不要打。哎，怎么可以这样啊？怎么打到？我找到小雨了耶！哎呀，没下了。小雨那个不是我喽，那就不是我。我怎么会找到小雨了呢？哎呦，我找到小雨了呢。我带你去找波波，我刚刚看到他。好啊，好啊，好啊！我觉得我先处理波波。前面不是波波，前面不是波波。不是我那个，不是我。波波在哪里？我先处理他。不是我，等一下。没有，我要去找波波。我帮你找，我帮你找，帮你找。现在是大家互相抓来抓去的概念。是，我们不是队友。我把他拉过来，你先杀他。猎人，猎人，猎人，猎人。我帮你找一下，在哪？来，成团。
那就没啦。这里是新的吗？我怎么没看过这里？没看到波波哎、欸，他有加新区吗？在那边了。新区我没看过。波波，你修了没？我没有修，找不到。摄影大哥目前如何啊？哎呀，目前呢、啊，得人，得人，得人。嗨，是我是我。吓到了，被你吓到了，被你吓到了。波波你在哪？波波你在哪？哎，这边哦，找到了。在哪？嗨，这是哪里啊？这是哪？很像灯塔旁边吧？灯塔旁边。你身处于哪里？可以讲啊。这是骑士点吧？哎、欸，这是骑士点哦、喔。哎、欸，对，骑士点哎、欸。没有啊，那其实问说他这个在哪里啊？我说这是骑士点啊，对。骑士点哎、欸，是骑士点。好了，我 Bro, 我把它藏在那边，你去找他吧。哦，他每一次的那个点会不太一样哦。你说那个电灯的？我记得电灯的点跟上一次不一样。哦，他就几个点在随机选。对，要在那一个区域里面找。嗯，小猫这次里面，所以我们还缺三个哦。我们还缺对，可是明明就这么大一台，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啊？我觉得好扯、啊。我尿尿回来就修了一个、啊。对呀、啊，夸张。就我看好几个任务点都没啊。有我有。他可以设个。烽火台出来了，我要找到一个。哦，开了，开了，开了，你也开了。剧院里面呢？哦，剧院里面。对啊，剧院里面。在房子里面啊！哇，房子里面。所以我们任务，我们任务还有两，还有两台，还有两台，真的有够多的，夸张哦。哪里的？我们会不会最后就因为这任务拖太久，我们就只玩了这个任务啊？我们完成会怎样吗？没有，就是一直维持这个鬼火，应该一直在这一个。哎、欸，是不是只要那个地方没有发光，就去那边找就好了？ 对, 對, 對，感觉好像是哎、欸。是啊，是啊。你拉了之后就变这样。他拉了那一区，那一区就会全部亮起來。那我们去找黑的地方吧。哦、然后就隐约就躲在那个黑的地方等我们过去。Hello，Hello， 想我吗？你没有找到他哦。没有他哦，上次那个吗？白色衣服的不是吧？哦，白色衣服的吗？所以刚刚那个是团团咯啊，哎是哎是哎是哎，直走直走直走，我帮你帮你。阿肋路亚，阿肋路亚 ，Hello， 这里是不是没有亮啊？这里没亮啊，这里没亮。我在想这个的是不是在？波波，你为什么绕来绕去啊？波波，我没有绕来绕去，在猎杀，他想遛你，带你去找团团。嗯，找到了。老板，你为什么要针对我？因为你刚刚说我，我觉得很不开心。我说了你怎么了？你滚啦！完蛋了，那好黑哦、喔。少了 Bobo 挡箭牌了。完了，工伤。他可以多活，多活拿来利用的。完了，这个吗？这游戏越来越难玩了，找不到。找不到，对啊，那发电机明明就很大一台，到底是为什么可以找这么久？对啊，在哪里啊？真的哎、欸，我真的是很彷徨无助哎、欸。我们可以睡觉了，哈金。帮我们找那个发电机。哎、欸，我找到一台了，好大的心跳声，好大的心跳声。这个好猛哦、喔！ Yeah. 我要帮雨月找人。我跟杰克哥修两台。对，杰克修了两台嘞。嗯，我跟小宇哥修两台。嗯，哇啊，我跟繁星都没修到啊。我修到一台，你怎么好？你怎样？我们一个都没有啊，我们都没有啊。我的天！完了，有人没修到东西。我连旁观者我也找不到哎、欸，我的天哪、啊！啊，很难啊。你就看哪一区按的，你就看哪一区还按的。我就是刚刚在暗的那边跑、啊、完全都找不到、啊。你刚刚重生点那边多亮啊、哦、，shiny shiny 的、欸。点超亮吗？好亮啊！好了好了。哦，好猛哦！好强啊！再没找到，我真的是在摸到从头 摸鱼到尾。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我拿出我的帽帽了。啊，这个可以躲一下。我们觉得。等一下。我是看到谁呢？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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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他追你，啊、加油、啊！你为什么要追我？不要追我！你们跑去哪里了？你们是跑去丛林区了？啊！
好痛啊！等一下，我刚赚到钱，我想花钱的、啊。有摄影大哥，摄影大哥正在追随着某个人。哎呀，啊、我忘记把自己那个人。哎呀，哎呀，走到死路啦！小雨还好。哎呀，不好、啊欸。小雨怎么进来就不见了？哎、欸，哎呀，跑掉了吗？跑掉了，不知道啊。哦，这里啊，这里还有路啊！啊，哎呀，好酷哦！摄影大哥找不到人呢，还有这个地方哎、欸，你会从快捷键找人不是吗？这里好烂哦！哎呦，哦，你不是膀胱者，没事。对啊，膀胱者，膀胱者，你可以先切回去膀胱者，不是，好的，你也膀胱者，膀胱者，膀胱，膀胱，膀胱者清是不是？膀胱者清，不然隐约可以问一下我。让他比较好找，要不要？他可以去买东西啊，他可以买，他有道具可以使用的、啊，他有钱啊，他有钱吗？可以可以帮我讲一下，就是他目前所在这一区跟他邻近的那一区里面总有几个人这样子？这样很恐怖哎、欸，哦、这样子要吗？我要怎么买东西？我先用买东西的好了。好好好，我要怎么买东西啊？铁锭，我说我之前没买过。欸应该是商人，你都可以去买吧。商人他会有一个是卖那个的、啊，卖鬼的道具的，然后跟卖那个逃亡者的。他可是他现在有铁锭啊，铁锭要去哪边换啊？铁锭旁边都会有那个牌子可以用。哎，对啊，他换东西就直接用铁锭啊。哦，这个、啊你分数可以换、哦，就是他现在的钱可以换铁锭这样。哦，蟑螂。没事、哦，怎么又来了？哦，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又是这样？复活任务吗？复活任务吗？冰块哦，你要去那个、哦、上次你们有那个用那个冰块的哦，邪恶的冻结术、哦、你们要去挖挖，你们要去把那个挖掉，挖挖挖挖挖挖挖，挤挖挖，不要挤挖挖。觉得害怕，鸡娃娃，鸡娃娃，鸡娃娃，不要啦！在我这里，在我这里。啊嗯啊，你嘞？我在挖。哦，你也有挖。啊 ，OK。哇 ，nice。哇哇哇！扎瓦鲁多，扎瓦鲁多，我看到鬼了，我看到鬼了，扎瓦鲁多，你怎么看到鬼了？小魔头团加油！啊，为什么？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要啦？为什么不要？要啊！你有没有听到我卡的声音？1922有啊，我看到你卡的声音，我用看的。好啦，哦、oh. ，好啦，我怎么又在这里？我已经不要你再传我，你臭傻！他卖魔力啊！一直传，不要再传了！三回，完了完了，我跑了，完蛋了，我不小心，你在雷，摄影大哥在雷，是不是？摄影大哥在雷啊！摄影大哥用 TP 了，是不是？哇！摄影大哥刚刚阻挠我四次逃亡啊！我太夸张了，摄影大哥！摄影大哥，我要把你的摄影机收回去哦！对不起，我还是秒发！不要啊！哇，持续八秒哎、欸！发光啊！啊，我听到！得人，小雨、哎，怎么又是我？你怎么又在这？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啊，我不知道没、欸？啊，我就不知道啊！怎么会这样？太白痴了吧！啊！他刚有一次丢出来就没有加速，然后那个球就不见了。对啊，嗯、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个 CD 啊？感觉丢太快会没加到。bug， 嗯、啊，快笑死你！可是我怎么有些是用铁锭，有些是用银币啊？这两个东西不一样吗？没有，就价格不一样啊。价格不一样。就是你跟你用10块钱买饮料，跟用100块买饮料不一样的概念。一样啊。
我手好酸。他一直跟我说，Mission，我们为什么？哭啊！哎呀，小雨停下嘛！我很累啊，身上还有，停下来就不会累啦。我不要啊！如果想知道如何阻止猎人释出，请到鬼屋。哎，对，我们没有奖金哎。对啊，钱不会加哎，什么预设没有？不是，我说上次玩也没有啊。上次我们玩有是因为有先开始一场那个测试。哦，对，像我。那我给大家钱吗？好，我走到死路了，走到死路啊！我刚刚一万抽了，一万抽，我也卡住了，你卡住了，不是被那个吧？被我刚刚玩电梯给卡到了，一个转头不见了，可恶啊！快跑啊！他自己可以过来看一下我这边，嗯，永远被卡在这了，为什么？我玩了好久才会出去哦。我应该逃走了吧？我不知道，我刚刚在转头没看到你啊！啊，太棒了！我怎么就卡在这里？你知道吗？而且我下一秒就那个。没有吧？我没有听到心跳声的。而且我想说我要往回走也没有用，你知道吗？你这个卡在哪里啊？好好奇哦。我不能讲，我讲出来也没地方跑进来。你可以最后再杀卡住，他是不是有出一个小 bug 之类的？这也不能那个，可能是他有跳那个制作，但是他没有那个嘛，对，他没有那个，对，没错。那怎么阻止啊？不敢过去啊！我很想过去，但是我卡住了。我想再问一下，我们拿到的那个货币是铁锭还是铁锭啊？银锭吗？他有叫银锭吧？他叫银币，可是他就是铁锭。对，可是他我刚刚找村民换，不能换啊？可以啊，我直接放上去，他就给换、啊。直接放上去就可以啊？不能直接用点的，你要放上去才行。哦，就这样子。上去嗯，这个 bug 我想办法看能不能修。哎呀，怎么又亮了？这个是谁在我前面啊？真是又亮了！啊、怎么又是我啦？等一下啦，我想阻止 BOBO 我放小雨怎么不见了？我又跑走了！哦，我又跑出来了！天哪，我生命力坚强哎！救命啊！我错了，哎、欸，我把你放出来，你应该要感谢我、欸，哎，快跑，快跑，不是那边，不是那边吗？可是另外一边有人呢、欸，不管，哎、欸，我都把你放出来了、欸，哦，救命啊！没事啊，你可以当摄影大哥了。那我要来冲康你了，宝宝，你刚刚赶快过去那边，我要冲康你。刚刚那个真的不是故意，气死我了，传我四次。找一下，我看一下哪里可以买东西。有用的话，每一区几乎都有。哎呦，起始点是不是有拿过去啊？到底少没有啊。起始点只有摄影大哥现在在努力想办法变成摄影大哥。等一下，我看到一只兔子蹦蹦跳跳的跳过去了。你看错了，我没有在动。看错了吧？真的、啊。嗯。兔子一万只换一冥币，奖金不足了，好可怜哦。哎。哦有哎、欸，买到了。麦到了，养书柜这么多啊！有人被追了，跟我讲一下哦、喔。要找啊，路斗啊！你有找啊，路斗吗？也是蛮强的啦。哦，兔兔，好棒的兔！你怎么没有叫一下？叫不出来、啊，叫不出来。兔子叫互相发光。我现在没有给它发光了。那我先发，我用发，我用发。我看到小蜜蜂了耶！不要啦，我好累哦。蜜蜂可以吗？我的手要抽筋的。小蜜蜂不行，跟我讲。小蜜蜂感觉快不行了。小蜜蜂还行啦，应该可以跑一下。可是我手快抽筋了而已。小护士。啊！我被定住了！救命啊！救命！我对，救命啊！啊，我们怎么没穿过去？我们被卡住了、欸。
等一下吧。有了。哎，等一下，哈基，我们俩。小蜜蜂。不行，他说现在要那个了，现在看得到啊，看得到啊，看得到。那我们先把移除，先把效果移除吧。不用吧，不用了，不要急了，开始了，开始了，有产值就好，看得到，看得到，有产值啊，分析啊，我跟你讲，分析好像比较不利嘞，啊不，啊对不起，哎呦，咦，哎呀，好了，耶，我会在喊。我还有一个亮亮，我还有一个亮亮，我还有一个亮亮。我两个，我两个。好，那我还有啊。自己大哥做事，等一下。团长，你刚怎么自己掉下去？我就我看到有一个箱子在前面。哎，人家刚出来嘛呢。哎，摄影大哥，那你可以把小雨交给我另外一台黑色的相机可以吗？摄影大哥，黑色我没有见到。另外一台，另外一台。我就这台。哦，好吧。复制只有复制到这台错了，好吧。嗯，凶啊！没有，我不是在逃亡，就是在逃亡的路上。我真的超累的，而且还要在忙自己的任务。我的天！对啊，我每一场想说，哎，我可以休息一下，然后愉悦就出现了。休息够了，继续动。哎、欸，好可爱！刚刚我帮你挡那么多刀。哎呀，我很棒棒了。杰克在哪里啊？靠北，我突然有两台。我想说，欸，这里不是欸，左上角，左上角，左上角，小音乐，你好，是你哦，是你哦，哎呀，刚复活的，刚复活的，你好，刚复，你要保佑，因为刚才画面真的很白痴，就是两个摄影大哥。打开门，然后要上厕所一下。啊，先放你一马，先放你一马。哦，你的真好，我会感谢你的。你知道我们剩十分钟了吗？真的假的？啊哦！完了！哦 shit！ 怎样？是船走了。有用不要再发光了，不要再亮了，不要再亮。开灯，开灯，开灯。五，嗨，哎呦喂呀，哎呦喂，最美丽的来了，完了，不会啦，不会玩的啦，危机要来喽！你躲在这里，快跑！哇！我摸了，我摸了箱子一下，箱子你还躲起来喝一口水就行了。亮亮，哇！烟火，南瓜守卫，又是这个，嗯，等一下我要被抓到了，哎呦，没换人救我啦，我没得救你，来，你要吗？够了啦，等一下，来，啊，停住啊，快跑！哎呦。快跑啊！我已经没钱了，那时候仅存的钱了，动不了，动不了，好久、哦，十秒，真的十秒好久、哦。有没有亮亮？亮亮来亮一下。怎么还有亮啊？有亮啦！突然哎，杰克不在这边哦，走了啦，早就跑走了。哦，好烦、哦，这定身定好久。哎呦，十秒而已，是记得哦。存在哪里啊？完了。哎、欸，那个摄影大哥口渴，喝个东西啊。喝水，喝水，喝水，喝很大声啊！摄影大哥，喝个水啊！我听到有人跳下去的声音了。没有啦，我跟你在不同方向哎、欸。荒向，荒向，荒唐，荒向，方唐在哪里？荒向，我丢掉一个东西，然后哎、欸，他们怎么没还我？嗯，啊，就这，你不能乱丢东西哦。不是，他买东西就要丢掉、哦。他的任务就说要、啊、那个，就说要丢出去。嗨，箱子，哦不，箱子，哇，你们很巧遇到雨耶。没有，阿吉，我给你机会了。阿吉，其实我看到你进大楼，所以我直接在你出口那边堵你了。哇，终于中两个了。那叫派坏人，你不知道这上厕所没有卫生纸了。
酱油是不是？然后他就说他都用那个，他都用那个什么，用那个免治马桶，都用水冲啦，所以不用卫生没关系啦。那个免治马桶没有水啦，这样子。你给我多好哦，这一台。哦，那这哦，这样可以吗？你真的哦，可以可以可以。我决定我要 take 了。注意哦，要亮亮了、哦好。好，不要亮了。哇哦哦，我看到了，在商店这边小吃部。啊，对，春雨港乡哦，乡春雨春啊，来香港渔村。小不要了，两个都在这儿。哎、欸，这冬天太烂了吧？你要设地板，不是设这个人，哦、设地板哦。对啊，杰克。小雨，加油！小雨，你要成为我们逃亡者最后希望。还有十分钟，加油！我手真的要抽筋了，救命啊！欸、你在哪家、啊？我不知道，救命啊！太惨了，找路多，找路多。你还有砸吗？没有砸了，刚救他弟丢完了，没钱啦、啊。所以钱很少，珍珠要丢地板了、啊。这是不是死路啊？珍珠丢地啊！你这么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我跟这里不熟啊，我很少来，我很少来这里啦，这里我不熟啦。我都反应就是点到了吧？小雨去哪里啊？等一下啦，我手上有钥匙，让我去一下嘛，好不好？小雨快跑！快跑！小雨，辛苦了。受中之轻，受中之轻。我这样子也赢得了游戏。没有，你是个叛徒，叛徒，叛徒，叛徒。我跟你，哎、欸，阿纪，我尊重哦，我有放你一马。你直接杀我，杀很爽。啊！好，重设奖金喽！好，好，啊，就给每个人一万块，好不好？刚开始，好。哦，可是他个人组合，可是一万，其实你要到游戏结束才会发奖金吧？对啊，嗯，没有，现在设定一万块这样子，对，一万块，所以进去就有钱了。我们就进去，大家都可以买一些东西。因为我刚刚是就是、欸旁边已经累积七万块，但是他不是，这是你预计得到的，不还没得到，还没拿到。对啊，就不能那个。对，然后那个任务的组合，我们刚刚是玩一嘛，它还有二跟三。那二跟三的话都是35分钟这样子。哦，那我们来选看二啊。好，你帮我重置一下那个队伍，好不好 ？OK。红色队伍啊，小雨想当鬼对不对？我想当鬼，我真的一直狂跑跑到我快死掉。那个嘞，跑哎！开幕游戏我们刚刚是时间预测嘛，你们要再玩是吗？还是要换玩按钮？按钮比较刺激。按钮好，那我们来按钮啊！你觉得猜时间不刺激吗？幸运啊！按钮就是跟你时间有算的嘛，按就 OK 啦。哦，是啦，也是。好，那来分那个喽。好，究竟谁会是猎人呢？啊，就是我啦！太好了，玩的太好的，太好了！完蛋，完蛋了，我们要爆炸喽！来喽，有人要爆炸，开始！哎呦，记得先。那我可以放着休息一下。好，广告一下，广告一下，不用射的吗？射按钮有没有？哈哈哈哈哈！十字按钮射不到。啊！还有音乐、欸，这会有版权、啊？英国民谣？这不会是还好？还是用那个音阶盒？哦，很强哎、欸，好猛哦，厉害！我只需要咚咚咚咚，因为小雨就在这个墙后。香港好像的配歌要开始了，我不知道第一个是谁？是谁？嗯，跳过说明，跳过说明。哦，有了，有了。白色，现在是一八入魂哎、欸，这次会不会一八入魂啊？哎、欸，谁又一八出去了？没事。好，你可以走了，你可以走了。拜拜。好，这是谁？哦，是我。
put。 哎呀哎呀哎呀，我不要当 DOP 哦、啊、我真的觉得上一次我一发入魂很扯、欸、然后你上次那个时候啊我还锁死啊快跑啊哇哇哇没时间跑啊小鸟后面东西要拿哦、啊、你后面那个七十点箱子要拿哦没有东西啊有啦你要回头看啊没有啊有啦没关系我再回去你们在一起算了啦同时讲欸没关系我晚一点再回去拿啊不会那我要过去拿了哦、喔、好你们去拿好我去拿我去拿我去拿干嘛啦我们要多人组团你的蛋蛋你的蛋蛋蛋蛋掉下去了哈哈捡起来捡起来捡起来回收回收你蛋蛋掉了还可以回收我觉得有人要直接先去买东西了离那个远一点因为鬼的失明很麻烦鬼的失明对啊鬼加速就是失明哦、嗯、就看不到人啊那是故意的啊不然一直加速加速太强了你加速是比较快的、嗯、对啊好像加速鬼的速度会快一点点一点点慢慢追上对啊哎、欸，我觉得这地方蛮好的耶。喵喵，喵喵。所以这场也是一直跑。对啊，可是这场还好，这场不用那边一直选，一直点，一直选，一直点。嗯。看很累，是要一边跑一边看路，还要在那边一边加速哦，快死掉了。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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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交。有人要买东西，有人要买东西，哇！哎呦，我吓死了！动物，哈？哪里？太夸张了吧！动物山庄，动物山庄出口，我按了一个动物山庄，我知道在哪里。我按了一个，你老鼠你知道？我知道、啊，跑过去了，练过去了。我就说那个是新开的啊，之前没有啊。在哪里、啊？动物山庄在哪啊？在那个平原吧、欸欸、有人帮忙的完成了哦有人哦你能帮忙按就好了哦按了哦是我吗哇倒刷哎、欸、哇、哦、我按了六下就这样子哦是不是哇你按六下你按六下因为我在他就哎他就伸在我面前啊我就想这是什么东西就按一直狂按啊、哦、哇白皙帮我们太太打卡哎、欸、谢谢、啊我听到不同的老师他有点名老师他在我在听到咚咚的声音哦不不不不不不不哦十米十五秒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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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要，我离比较远一点啊！我会丢失明哎、欸！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對啊對啊我想说一次有两个，哎，真是。哈哈哈哈哈！没有钱，没有钱，好紧张哦，这种好紧张哦。对呀、啊，紧张，紧张。不敢中了啦！我刚刚只是稍微动一下就被找到，他只有我巡逻啊，我是看到影月啊，影月反而跟你会合，有我救你哦，来硬的，来啊，来硬的，有人去买东西喽，那应该是去玩小游戏了，小游戏没有啦。你看有啦，被发现了，没有啦，做小游戏拿到钱了。哇靠！爹爹，拜拜拜拜拜拜！那可是救命药水喝来不及喝啊。没有，你要就是你被打了，你到某个定点摔掉之后喝。哦。他直接全部补回。我想说他喝之前还会吹过了，快吓死了！他尿洒出来了。不要怕，我帮你拍，拍什么啦？还拍肩膀啊？他不是很害怕、啊哦？哦，好。关于生意哦，靠腰钓鱼、哦，钓鱼、哦，哎呀，钓鱼啊！多
躲起来。哎呦，猎人过去找钓鱼的人咯。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一直躲在鬼屋里面会不会比较不会被找到、啊、他不是一段时间会传出来吗？对对对，他不能在里面挂机。上次不是他巧克力掉在里面。我刚上一场卡住是卡在鬼屋那边，他那个不是有个电梯吗？那个电梯卡住了。哎、欸、哦、欸，我问一下，那个箭射出来是射蜘蛛没了 啊？他会蜘蛛网消失吗？不会啊，有消失有消失。会啦，他十五秒。我刚刚不小心射出来，你来过这里，一片白怎样？全部都是蜘蛛网啊！看一下，第七了吧？狗的英文是 dog， 那腊肠狗呢 ？hot dog。好，我要走了，小雨到这边，我要走了。小雨刚刚真的跑去那个了，看有没有人钓鱼啊？啊，没有啊，我来买东西。看来要准备发光了，各位。哎、欸，是逃亡者的上面。想找猎人道具，然后买那个杂瓦鲁斗。杂瓦鲁斗，买定住猎人十秒。奶奶，你们现在都安好吗？好、啊，还行。我又想尿尿了。我不好。这是谁从我旁边走过去啊？想尿尿了。啊，这样子我们就只能买墨囊哦，啊，不然就是有羊毛方块，没有，还有那个定人的、啊，定人的是什么？那两颗、啊，你可以两个人在一起集资、啊、哦，对啊，可以集资，只能集资、欸。谁在我旁边跑？停下来，我们集资 ，stop。剩下两个人可以集资了。有人禁止移动。我只是先把钱领出来而已，我还找不到人集资。哦，嗯。And I do it. 哦，那也是这样。啊！哈哈！我出事了，我只是出来看鹦鹉的。阿飞，阿飞出事啦！阿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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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救你，阿飞！不要！阿飞你在哪里？阿飞在丛林。阿飞在丛林。阿飞，阿飞。阿北出事了，阿北，阿北怕怕，阿北怕怕，阿北我怕怕，我听到脚步声了，我听到脚步声，好大好大好大，越来越近了，耶，阿北不，我怎么记得没录？你不要过来啊，让我走啊，让我走啊，你看，拿起支架，他跑走了，阿北。来不及了，不是，我想说他会来回跟我玩，我在等他过来，就我他还等了三秒钟吧，他会卡住那个有延迟、哦，好可恶！帮我们点名的好学生就这样子走了，没事，抓到一个了，我利用完了。哇，我刚才看鹦鹉嘛，奇怪哎、欸，怎么看到一只蜜蜂过来咬我？我看一下。可不可以买十字架、啊？想买个十字架、啊。我可以丢个不死图腾给你啦。可是他已经进猎杀状态了，有办法吗？太不行了，把你打到死。没办法喽。等你复活再把你打死。在原地等你。对，你看我这边。好，等我一下哦。这是新的路。卡帕，我靠，你太屌了吧！我先喝。我这边躲过一次猎杀，真的假的？对，应该说两次人了吧？太猛了吧！哎、啊，怕怕，他进你那边可以再多躲一些人吗？不行，完全不行，不行，没位置了，没位置，是不是要发光了？真的没位置了，鬼的钱不见了、哦，完蛋了，钱了，鬼不要了，妈呀，我没钱了，对我跟你集资啊，你先杀他们，不要杀。欸、还有这招、欸，还有这招啊！还有，不是很贵哦，收买。很聪明哦。我现在找不到人跟我集资，我只能找你了。所以大哥，你可以去看别人，没关系，真的。看一下。你叫我先过来看你了，你就看一下就好了。你可以看别人。贴太近了，贴太近了。我要把自己发光。
不是，阿内，哦，完了，怎么有人趴着？这里是什么了？这里我看一下，这里路怎么走？这里吗？哎，不是这里吗？怕怕啦，怕怕啦！这里的路在哪？我想一下，哎，怕怕，这里、啊、哎怕。他的发光可以买几个啊？他有两个可以买，两万块买一个。哎，宝宝，哦，你刚在这里哦。刚第一个任务就在这里。哦，真假的？对啊。那我找一下路。找宝宝吗？没事没事。等下啊 ，Dead Moon 还没看过。认真，小雨，如果你找到我们，先交易，你先晚点再杀。啊！哦，发光了！这怎么在这里啊？谁？你要讲清楚是谁在哪边？你看这个集很好，这个集啊，我不知道啊。讲，这感觉就是在鬼屋下面的鬼屋下面。嗯，因为有一个在地板下面啊，那不是只有鬼屋可以到下面去吗？哦，那我那是卡 bug 吧？对啊，没有吧？任务是不是快来了？我抓不到人呢。对啊，我在等任务啊。对啊，怎么还没有任务、啊？没有任务，就不想动。对啊。欸、其实那个全套老中好像也是，然后没任务基本上都躲起来，就躲起来。对啊，躲起来是最安全的啊。嗯、啊。任务快来。任务呢？哎、欸，真的不死图腾啊？有啊有啊有啊有不死图腾啊，可以换。哦啊，我觉得这家应该还有下一局，我要来换不死图腾。哎、欸，有没有灭火器啊？灭火器，没有，因为我看过啊，我看过他是那个躲藏方拿的，然后可以喷猎人，就类似萨瓦鲁多啦、哦，让他稍微失明这样、嗯。对，哦，那其实他如果失明的话，我们就用墨囊就是啦，嗯、因为其实是要靠近猎人的时候才能使用的那个道具。哦，我在香港鱼说，返回八零年代增加。哇哦！哇哦！爱的魔力转圈圈，海洋的爱的魔力转圈圈。香港渔村，哇，要两个人过去，要两个人同时哎。啊，先找一下吧。渔村在这里，对呀、啊，你们讲出来我就知道了啊。啊对哈、哦，他看不到哈、哦，对、哦，他看不到、哦、啊。你不知道啦，你不知道啦，不知道哎、欸，怎么会这样？哎、欸，那、欸、不解会怎样？不解增加，现在时间在倒数增加的，时间都在增加，为什么八零年代时间增加？哦，是这个增加哦，哦，嗯他来了啦，来了！哦，所以鬼不知道，鬼不知道，鬼不知道，看不到，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哎，没有啊，鬼不知道，没有。好啦，我们今天就开到十点啦、啊。直接这一局直接倒数加到十点哇他两个距离有距离、哦、他就两台很远是不是、啊、对啊你隔壁在啊这个哦在这来、欸、我跟你一起按来一二三陪按我可以陪按哦爱的魔力转圈圈我听到咚咚的声音啦、啊、就是在这里啦几只几只几只哦这个叫爱的魔力转圈圈哦，是这个哦，旋转木马，啊、旁边真是排队的。怎么办呢？我连那个东西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欸、看到人。这里啊，这里买的、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啦。哦，没有，是普那个任务点。鱼村啊，在旁边有吗？好恐怖哦，恐怖死了。完了，恐怖这边吧。应该我走看看，我也忘了。看一下。我们两个一起走，要死一起死。好啊，不会啦，不会啦，我们有明日金牌。从这边。你要从哪边？就是绕个路啊。你跟我讲一下，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不对？我在五五。这个工程师、欸、躺一着。所以我们现在哦，那个工程师上不要到这里，下面，所以很远。哦，超远嘞、欸。走这里吧，完蛋了！他说什么？哪里跟哪里啊？
小石，看到跟哎，不要讲，我都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我看到摄像头在飞哦，摄像头很恐怖。没有，这边感觉就会死，我就先待在这边啊。好像有那么一点道理哦。对啊，他是要同时哦。对，要同时吧。啊，哎，不要，好，不要，好，魔力转圈，好。等一下，你俩呀！吓死我了，音乐！我，这里有挑战，真的。哦，来，来，不然那个一直增加，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哎、欸，你们知道你们五个都在附近吗？超猛、欸！大家都跑来接这个，大家都在为了任务卖命，你知道吗？小雨看到我们这么敢、这么热血的份上，先不要杀我们，好不好？所以我刚离很远啊，我没有站在那个、啊。你但是隐约死掉了，那没有办法、啊，你们让他去按那个最危险的人。刚在想那个感觉很容易。感觉那个就很容易出事，叫我爸爸那个，讲话小声一点，有点猛哎，这真的不会被发现，这个只要亮亮就被发现了。我有给你钱哦，你要救我，我已经救完人了，我没了，我救了一个死人，回来了，你祈祷死人复活。就是他变猎人，对，然后他变猎人，杀我们了，不要杀我们了，他等下直接变猎人，可能笑得很开心啊，可悲，很嗨哦，不死了，不要在那边偷看，很恐怖，我前摄影大哥吗？谁？啊，你怎么讲不来？谁？你会下去捡？靠背没有捡，没有捡。哎呦，不要啦！这是水，水，这是水。想一下，我金水啦！你金水啊？嘿，哦，你预言家吗？你预言家吗？这个方向谁发给你的？谁发给你的？哎呀！你干嘛大叫的这个吗？你怎么还哎呀叫那么大声？啊，没有啦。想叫一下吗？哦，真的哦！你那个什么，你那个什么抖抖的语气，真的、哦，我差点就相信了。干嘛啦？没看过鬼哦！我没看过鬼，我没看过。啊，看一下嘛，看一下没？平常不能加速乱跑，都没看到东西。哎、欸，我们两个真的像现在是做完任务的太空人，然后走在一起，在中间等着被杀吗？不是，一个被杀，另外一个就可以举报了。是这样吗？我怕是举不了啊。这样啊，举不了。紧急会议，紧急会议，紧急会议。可是，就算知道小雨四郎能怎么办？跑啊！你又如何？啊、你没办法。嗯，看不到摄像头了。你要看吗？我去找你。不要乱讲话。你可以先在他那边安好，没关系。死亡摄像头来喽！啊，不见了。看到了。你手上还拿两颗、喔，对吧？很敬业呢。哎，这种 CD 真的是。而且你手上是拍立的，没办法，我没有复制到另外一个。80年代嘛，80年代。谁能救救我？我要死掉了！没钱了，刚刚杰克拿去救死掉了。哦，莫拿哦，莫拿哦。还是你？啦啦啦啦啦啦！你可以拿黑色摄像头给我吗？你要哪一个？黑色的摄像头。
啊，离太远就不行了。我救你，我救你，我救你！谢谢你， yeah. 会永远感激你。有你黑色的。近一点还可以靠听声音看你跑哪边，太远就听到。听声音啊，对啊，丢丢丢那个的声音，太神了。刚刚可能就是我黑的，然后他出来往右边跑，然后丢了一颗，嗯，在右边吗？要扑一声，好，看来没有静音模式，没有静音模式，结果等下调震动模式，震动，要玩那个，怎么听到？嗯嗯哎、欸，有中介龙在飞啊！什么中介龙？又是中介龙，摄影大哥变中介龙，是不是？你可以双手拿着啊，双手拿龙头吗？哎，下一个，哎、欸，欸、要从中宝喊下去了。哦，好，哎，下一个，哎、欸，毕业，咔嚓，咔嚓，耶！来下一个，咔嚓。咔嚓！耶！哈哈哈哈后面已经打两次了。来下一个，哇，太近了吧，这样子吗？哇哦，哇哦！下一个，然后鬼要被哇哦！哈哈哈哈哎呦，来下一个，恐怖死了，恐怖死了！来二零下一个，真的恐怖死了。我们要活多久啊？怎么还这么久啊？还有一千秒哦，还有十五分钟吧，十五分钟，超久的，这一场快一小时哎、欸，哇！欸、对啊，这场、啊、这一场好久，刚刚八零年代加那个加时间、啊、那个时间停、哦。对，如果刚刚那个没加时间就没有了，不会那么久。加我们可以十五分钟哦。哎呦，任务任务喂，任务有力道具。嗯，走，我们好像比较近，比较近哪里啊？这刚刚第一个任务其实你们不用讲出来也可以，对不对？嗯 嗯，对啊，对，刚刚是我不小心讲出来啊，没事，因为他们不讲，我就不知道任务在哪。哎、欸，我们上次讲什么东西是小雨在喝水中，是什么？忘记了，我忘记了，他在骂我们而已，忘记了，然后说啊，在吃药还是什么东西吧？哦，哎，好像是哦，维他命啦，这个东西吗？对啦。那一天我在吃我的那个维他命，然后他们就我都在干嘛？团团这是什么东西啊？团团，对啊，我错了，我打错了，我好难过。我最后是问问题啊，我很难过。欸、那还可以一起啊？我也会，我也会。你不会啦？不会啦？还可以再按吗？我会，我会。因为我刚刚那个那边的任务是他没问我问题，我是狂按啊。这个要啦，所以你们来要有心理准备被问问题。噔噔，哇哦，不见了。我们现在可以追吗？后面，不不不！你们见，你们见，你们见，射一发，射一发！救你们，救你们！咚咚，咚咚，好猛哦！你怎么咚咚咚咚？是啊，耶！这我没办法了，太困了，太近了，那太近了，没用，太困了。啊、没了，杰克，我没办法，你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阿基到底是多厉害啊？很厉害，超厉害的。这个啊，阿基老师对你笑一个啦。我找到任务点了，哎、欸，我知道在哪里，我知道。来，阿基，你笑一个，咔嚓，咔嚓，你要拍屁股吗？啊，好想去拿道具！一下你们很恐怖呢，咔噌！因为你头没了，嗯、我头被洗掉了。哎，怎么在这边呢？啊，波波被杀了、啊。哦，要再拿一个。对啊。啊！波波被杀，然后摄影机就掉了，摄影机就被清掉了，吓掉了，吓掉了。吓掉了啊！要死了！那我要在很奇怪的地方放。中介箱哦，这好像很棒哎！现身吧，现身，现身！啊啊！真的现身了，真的现身了！我跑走了啊！我怎么没看到你？可恶！没有跑走了。等一下，你拿错头了啦！
他拿十字架，对不对？你拿十字架，他拿我的头。哇！有人呢、欸？没有人。有哎、欸。没有人。哎呦，露结束了，露结束了。哇！我怎么又、我怎么又射到人了？我明明射地板。有你有有啊！你有射在地板上、啊？你有射到地板上、啊？但是我跑比较快，我跑过去。阿纪，你多好！我还你也很好，我也很好。我跟你讲，我等一下应该就被抓到了。没事没事，你躲好，拜托，躲回去你的 OP 点。啊、这是夫妻心合力合力协作，我的天哪、啊！现身吧！又现身吧？要现身吗？你们在哪里？啊！要死我！怎么你又看到我了？我怎么没看到？没有没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要等摄影大哥，你要等摄影大哥。你要等哇！我懂你意思了。你在哪里啊？我怕过去把你暴露了。不是不是，没事没事没事。摄影大哥，过去啊！摄影大哥忘记喝水，吓到人了。噼里啪啦碰哦，这里啊！摄影大哥，那母汤哦。杰克哦。他两个哇，好酸哦！这个神闪避哇哇一堆神哇，这个神闪避哇哇，你的头在这边，我领钱喽！你怎么？你要领钱呢？不要领钱呐、啊！怎么还有钱呢、啊？领一下嘛，领屁呀、啊！好挤哦！想想，不要想了，不要买了，买下。哎呦，杀光了！哎，杀光了，杀光了！啊，你的鱼掉下去。对不起，小雨。谁的鱼掉下去？没有，没有，没有。我的鱼，我的鱼。你的鱼。又削了，又削了。哎呦！哎、欸，我看到摄影大哥了！哇，有人飞太高了，飞太高了，这个很高哦，摄影大哥。哎呦，嗯，怎呢？在哪里呢？是不是跑走了？我飞这么高，就是可以看很多地方啊！哎、你有那个、哦哎，好夸张哦！嘿。哎呦！滚回 OB 点，快点！我也觉得我撑不久了。他有关啊！我也在这里。啊、你怎么在这里？拜托！哎呦，粘住了！缠住，缠住了！哎呦，哎呦，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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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不行了！哎，你知道两个人啊？是你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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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时间又冻结了。好哟！直接冻结了，又有新任务了。烦呢、欸，我完了，完了，我完蛋了。你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次我真的死定了。哎呦，不要看了。不要看了啦！啊，这是麦克哪？哎呦哎呦！你不要再丢啦、哎！没了，最后一个。你不要再丢了。不是啊，我每次打死人就有钱呢、啊。为什么？我是哪里啦？是哪里啊？我都跑到一些奇怪的地方去。你都跑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你知道吗？嗯。这是哪里呢？哦，好好。哦哦，所有人都变了。屁！哎呀，什么？干嘛？我好像刚看到团团在哪哦。我看不懂，等一下，等一下啦！我跨膜，你放过我，让我去理解一下这个好不好？你先放过，你先放过，反正等一下，嘿，对，嘿，那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玩。好啊，等一下我们就会被放出来了，一起玩。这是什么鬼啦？无死就是那个哭泣黑曜石要放到四个祭坛上面。哦，是啦，他有采集器，可是你采集？他说什么采集器什么鬼的？哦，让我找找看。
让我找找看，不是这里啊、欸、真的是写观众数量、欸、所以你大哥们拿一下拿一下啊，不是等一下不能带了不是吗？等一下，你说猎人变你摄影大哥变猎人吗？摄影大哥拿摄影相机打人，摄影机突然好很痛哦！哎、欸，你帮我看一下这摄影机是不是有问题啊？就怪怪的，要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这个、我在这里可是没看到啊！我有看到哎、欸，你有看到我那也不画的哦？那个起始点的那个怎么了？哦，不是啊，开采。开采器啊，我要走开采器啊。哦，开采器我就不知道。对啊，不是在这里吗？月月，月月还好吗？不是这个、啊。月月，月月这不断了。月月网路是断了。对啊，入口这里就两个。他要拿在那个啊，要先拿开采器才能够采东西吧？嗯，我没有看。我刚本来要拿那个头。你们其他死掉了看得到吗？对啊，我们被关在小剧场里面，关在小黑屋里面，所以你们看不好了，看不懂哦。哎、欸，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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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是有是有是有。为什么突然变这样啊？你不要用这个去抓人，这个用这个抓人，可以用这个抓人。要再拿这个吧，斧头。哦、oh, 啊，可以。太坏了，另一边吗？所以我。等一下，你要找的是什么？我要找才开采器啊！可是开采器刚刚说在四级，我没看到四级啊，四级那边没看到。四级，那、哦啊、怎么给错了？给错了，给错了。刚刚是小石哦，哇，天哪，有够混乱。好，我再回去，我再回去。I want to talk。哦，我还在隐形耶，让我喝个牛奶。那哎、欸、啊，对，我还在隐形。不用隐形啊，我们等一下就是出去是直接是健行的、啊。哦，反正有头啊，反正有头。这里是开采器，可是没有放置能量符文吗？是吗？放置能量符文在其他地方吧。我刚看那个港口最开始不是小事情，它不是、哦、巧克力战队、啊，这个超大的、欸。找四级，找四级战队，我连第一步找四级都找不到。四级是那个吧，最里面那个吧，是吗？这里吧，那个丛林那边那个玩小游戏那个，好可怕、喔，超可怕的了。杰克，嘿，看画面，怎么了？屁吗？好吧，不是。四哦，有熊猫四级。一二三，是吗？是熊猫四级？没有啊，他是说在香港渔村的四级啊。香港渔村的四级？对啊，香港渔村不就在这里吗？啊，四级不就这里吗？什么鬼？哎呦，我们是不是准备可以出门啦、啊？快了啊，快可以出門、还有五分钟，还有五分钟。哦，这么久、哦？右边那个任务时间结束，播、哦、广告了。对啊，这里完全没有啊。看看，哎呀，这个真的还没改啊。上次就是有讲到这个。嗯。被关在那边的人就完全没事，不知道干嘛。对。对啊，下次盖跑酷。或是说真的要传出去的时候，最后一分钟再拉过来这里，拉回来，对啊。二零有听到？是，二零，都有听到。就很他怕那个吧？白痴、喔、哦，保卫之类的。哎、欸，我这个任务永远完成不了啊，白痴。要两个人，为什么？他要两块钱才能够换开采稿子啊？去钓鱼啊？啊，我没钱换鱼竿啊！给他钱，给他钱，给他钱！来，我一块钱，我一块钱。你不要跑了，在这里啊！来，没有啊，蔚蓝湖畔那个是能量符文所在地，我要先有开采器成功。来，给你一块钱，你去买钓竿。所以我要自己钓鱼，是不是？你钓鱼可以那个啊赚钱啊。哦，我看 Bobo 的 Bobo 钓竿那里哦，你是拿木斧哦？没有，我刚自己拿一块钱的钓竿。我说怎么你的金镐，你的金的看起来特别暗。啊，他帮你补了一万块。哎，帮我补一万块，那。那你赶快买下。那我直接，那再给我一万块，我刚刚买成钓竿了。哈哈哈！拿去买杂鹿豆。不会啦，还要换狗狗。对啊。超死啊！哦，有福哎，真的这个任务也太坑了吧！而且尤其是只有一个人的情况下，我的天哪、啊，有音效、哦啊，你自己没有音效，别人会听得到。哎、欸，你不是先放刚刚那边那个吗？我身上没有符文啊。
哦，你身上没有符文吗？对啊，我就知道先有开采器才能去找有符文的地方啊。哦，哎，看起来不太妙哦。哇，这是无。然后符文在深海探险靠入口啊，知道在哪里？这个我记得，我实在去过太多次了。对啊，这个任务真心难。可是这个任务如果是在人生存生存者大概还有两三个以上，可能就可以了。还有机会，对，那就很有机会，因为剩下你一个，对，就剩下我一个，最惨状况。那其他人都变鬼，其他人都是阿鬼。才刚说完，我知道车子在哪边，我现在又迷路了。这边，不然就是你要躲到底，就是蛮难的。嗯、深海探险，啊，白痴哦，我走错地方了。现在会有五个哦，这里啦，这个，嗯，在就是有月台的那个啊。对啊，对啊，在那个鬼屋旁边。哦，看到了。你要爬，你要跑酷上去。哦，不是吧，我的天！你剩两分钟。两分钟，我已经取得雪花一次了。哇哦，五血啊！你是说那个吗？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造出一片陆地了。哒哒哒哒哒哒。我们可以踩。可我记得，豆豆，你是不是要四块啊？对啊，所以我在跑酷，你知道吗？他这个挖还要跑酷，要跑酷上去才能拿。而且是玻璃跑酷。哦哦，哎呀呀！哇！真是拍 MV 的战队！我的天哪、啊哦！你真终于取得能量符文了。好了，四块，四块。好，我看一下啊。刚渔村一个，入口那边两个，其他我就不知道。你记得这边好像有，是不是？是进入口啊？有，对对对，进入口。然后那个入口里面还有一个。我是觉得啦，对，上面时间。这那么短，然后任务进度零四分之零，我觉得你要不要开始先躲了？不是啊，他就在我后面躲不了啊，他就在我后面了。你看看，先那个，你等下看到我们会吓一跳。对，你会看到我们吓一跳。你们可以，你们可以那个吗？你们可以弄发光吗？我们想砍你，我说我们永远发光。你说鬼发光吗？可以不要发光？我是觉得可以。哦，你是叫我不要用发光哦？发光啊！对啊，你太多人了，很恐怖啊！哎、欸，我们剩没钱了。对啊，我们都没钱。我们剩三十几那、欸、几秒。好了好了，两百五十秒可以砍他哎、欸。两百五十，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颜色哎、欸。对啊，我就说是战队啊。不管了，战队啊，这是战队啊。哎。啊，鞋为什么你会有鞋子啊？哈基，我有拖鞋啊。我刚掉到的，啊！掉到，这样刚他技术穿在身上，对啊。然后你隐形的时候，哎、欸，你的脚。哦，可是我是刚死嘛，我也没有隐形啊。嗯嗯，发了吗？好，猎人现身吧，各位。走喽，给我个信号。外观被换回去了。怎么有这个？等一下，等一下，换装，换装。换回来，换回来，换回来，换回来。换一下，换一下，换一下！我拿掉，我拿掉。绑定诅咒啊！哎，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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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一拖，一拖一。啊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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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大家都这个。哎，你也是啊，你是哎，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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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拿到这个啊，我拿到这个，可是我没有手上那个。哦，原来。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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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还要走四分钟。要在哪里啊？要在哪里？太难了。我不知道哎。他刚应该是往渔村或者是渔村嘛，入口那边。我觉得害怕。我们一人走一个地方，一人走熊猫馆。我去田园，我去丛林，我在渔村。哎呦，那我在中间鬼屋这边。给我个信号。你会发现杰克刚刚有完成一个那个成就是什么？这是什么梗啊？什么东西？你看杰克有一个挑战啊。就代表是你的梗哎、欸，特定玩家，我不知道，在这时候复活是不是？在这时候复活的，变成猎人的时候，哦、有可能哦。给我个信号，给我个信号。你今年几岁？带带，各位，各位。嗯，两分钟内不出来，一分钟就杀掉一只熊猫哦。
白色我是团团嘞，白色鹦鹉飞起来，其实这里吗？啊，他会不会在电梯去电梯走？啊电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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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讲完，他往宜春那个方向过去啊，宜春啊，我是粉色巧克音调呢。好啦好啦，宜春宜春，我是碧色巧克音调。宜春哪里啊？宜春啦啦他进了蓝色那个大楼，蓝色大楼，蓝色大楼，蛋吗？还是船还是蛋？出来了。他直接往鬼屋前面去了。鬼屋，好有 GPS 很贵耶。鬼屋去了是不是？他往海洋馆那边过去了，往蛋那边过去了。我要去蛋那边。来了，蛋，我要去蛋那边。你要不要投降？我投降。耶，他在熊猫骑士前面。不要跑！你要跑吗？你看我们一起去鬼屋里面啊！不要不要！为什么？你想骗人？对，我们先在鬼外面拍照，我们先在鬼外面拍照啊！在哪里呀？你还躲？他还在跑，人冲下去了。这边还有那个哎，有啊！刚刚小雨不是说有一个在下面，我就是在钻在底下。哦，对嘛，所以你在下面呢。他其他人呢？拍照拍照，迷路啦！鬼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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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这样就好，这样谢谢谢谢谢谢。好恐怖哦！哎，等等，你要在中间，你要站在中间盘腿坐。来来来，对，你要站在盘腿坐。然后在上面，我要在上面。音乐，音乐上，音乐上，音乐上。我要全部看着他这样。哎，麻烦你截图哦，谢谢。那团团截图，截图，团团截图，截图，截图，中间的截图，截图，截图，哦，照很多张，照很多张，好好好好好好，我们先给五八走。可是这五十八秒还让他死哦！不要啦，进去了，看鬼屋还没有坏掉啊！是鬼屋现在有 CD， 不能大家一起进，把他抓出来。没事，我们直接去那个出口等他不就好了？他搞到不出，可是我觉得他不出来啦。他我会被传出去啊，没有，我现在出不去，你知道吗？哦，所以啊，我觉得搞不好是因为他调说现在一次整一个人进来，然后就出 bug 了。因为你知道吗？我这边一直刷，快点进来，他应该出不到这里嘞。快点进来！快点进来！快点进来！然后我进去，他就不理我。我听到里面有一直在开开关关的声音。开开关关，啊！你们在哪？我好像可以把这个撸掉哎。在门口，在门口，来来。你不是冒险模式吗？没有啊，我在这里啊，我刚好调的。获胜，好可惜哦，你差十八秒，剩余时间十八秒。获胜，哇，腾腾太会跑了吧，腾腾太会跑了，腾腾太厉害了，不是嘞。笑六格猎人到底怎么玩？对啊，这要怎么玩呢？啊，感觉我们应该就最后一个就是那个第三个顺序了。嗯，好，第三个，嗯，调一下，有组合三，组合三，组合三，开幕游戏一样，按钮，按钮，刚是谁按到那个啊？阿基，我按到的啊，阿基啊，等下我再选一次 ，sorry， 命运乱按钮，嗯，钱还要清空吗？还是就这样？清空吧，不然，欸、你要这样吗？要这样也是可以啦。可是这样杰克那个时候，他自己跟杰克会很多钱，他当猎人会很恐怖、喔。要请少爷啊！他不管当哪个都很恐怖。哦，对啊，当两个其实都蛮可怕的。啊，要 Peter 一点就是清空啦。对啊，对啊。那不然给多一点啊，给多一点好不好、啊，给个五万，就是大家给个五万这样啊，好不好？这样要买那个不死图腾的就可以买了。可以去买不死图腾的。不熟图腾的，不熟，不熟，哎，团团，他是不是那个啊？上一场最晚死的是半路复活啊！然后我刚刚被传去鬼屋那边，
传回来。最后一场了，好，二一 ，bang， 咚咚咚。开始前要听音乐了，音乐、哦、有音乐可以听了。再听一次，没开，听不？听不？我记得之前不是有一个是俄罗斯方块吗？也是用这首歌、嗯，是俄罗斯方块啊？没有，不是他是绿柚子啊，绿袖子，绿袖子，绿袖子，跳过说明，跳过，哎呦，云月，我来一发怒喷喽，哎，没有，没有，好，下一个是谁？看谁抽 SSR。哦，是我 S A 三还是你？我刚刚就是黑色放出来的，黑色出来吧！哎，没有，没有，快跑！是谁？是谁？红色啦，红色啦，小雨啦，啊，没事啊！哇，好多秒、哦，我先走啦！跑起来，跑起来！哦，完蛋了，我要二十秒了，完蛋了。K 什么都不按吗？不行，你跟他拖时间是不是？哎、欸，拜拜拜拜，二十二十五一个，哦，你可以晚一点按啊，晚一点按，晚一点按，全部都会过啊，对不对？啊哎、欸，中了哎、欸，快跑、哦，快跑、哦，各位，现在会怎样啊？哦，倒数开始了，就三十秒，对，倒三十秒，啊、哦，好久哦，你们跑去哪了？哇！雨月直接把钱花光哎、欸！我直接买东西啊，先领哎、欸，合资合资合资，又合资啊！大家说我这是五万块了，合资。他那边一直撒挖路斗啦，坏人。哎、欸，那我要去看一下猎人有什么东西可以玩。欸、可是我觉得失明比较好用、欸。你们刚刚的时候，我觉得失明影响比较。失明十五秒哎、欸。对啊，会看不到路很久。啊！我中枪啦！嗯啊，你中！虽然猎人加速也会那个，啊、也会失明，就是了。不过我在想，这两个失明会不会强制解掉？不知道哎、欸。它会叠在一起啊。用了先讲一下。那先把钱领出来不是吗？我已经领出来了。在哪里？在哪里？哪里有提款机？我在底下领的，我不知道要。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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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南无阿弥陀佛。嗨，啦，领钱了，耶！加是不是？加是不是？哦，加嘿嘿嘿，就是。你的金币不就是那个嘿丢，就是嘿嘿嘿丢。哦妈妈，你刚好。哦，喝吧。哦，我觉得可以这样试试看呢，这个搭配感觉好像还不错呢。好不好？不好不好，好啊，嘿嘿嘿。好了，你们在哪里啦？出来玩一下，在你心里。出来玩，在你，在深深的脑海里。嗯。哎，我身上啊。哎、欸，你要跳吗？要那个怎么样比较好？那要我要。你讲出来了啦，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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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晚点再集合哦，先走了。哎呦呀，你们在干嘛？没有，我们在那个团康团康游戏。团康游戏，这样不行，要来抓了啊！白痴，我把弓丢出去。哦，哎呦，哎呦，这下哦，鬼屋，鬼屋，鬼屋。对，鬼屋我们开启通道。哦，这个鬼屋。哦，哎、欸，这里有个婆婆呢，婆婆干嘛？婆婆，哭啊，她在那边啊。我去鬼屋，要干嘛？去鬼屋，去鬼屋。你们要干嘛？去鬼屋啊？去鬼屋啊？你们要带婆婆去鬼屋？你们怎么这么坏？啊，婆婆想玩呢、啊。哎、欸，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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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来了，鬼来了！婆婆这样不行啊，婆婆。哦哦，婆嘞，婆婆出事了，是你婆啊？哦，婆婆啊啊，对不起，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呀，大哥，呀，大哥，那你要带我去找别人？好，好，婆婆在那边，婆婆在那边，不要理他，他被禁止，他被禁止，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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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远一点，跑远一点。哎，我现在是银币，要怎么变回铁啊？
不用不用，直接放上去就好。哦，放上去就可以了，好的。对，嗯。啊，你们又不理婆婆，婆婆很难过呢。婆婆，我们也想去找婆婆啊。婆婆，我在这里。婆婆在这里。没有啊，逃命来找婆婆，婆去死。啊！哎，你很凶哎！你很凶哎！哎，怎么使用 Q 出去吗？吃掉了 ，Q 出来吗？前面那几个单哦，会直接被吃掉。东西被吃掉。他前面就有讲说你不能放在那里了。对啊，我没你酱油，我怕没用到，所以赶快。是 Q 出去吗？坏啦！请问是 Q 出去吗？它上面。工具都是 Q 出去吧？好的，大部分 Q 出去。好的，很烦呢。还在追你吗？还在追你吗？还在追你啊！我 Q 了，我 Q 了 ，Q！ 你怎么在这？你怎么在这？他停住，他停住了，赶快躲，赶快躲！我 Q 出来没有暂停耶，他吃了一块。嗯，啊有暂停啊，有刚有。那不是雨月丢的吗？哦啊，是你们效果两个叠在一起。因为我刚刚想说你被追了嘛，就直接按 Q 出去。哎，他那个的入口到底是在哪里啊？啊，你要找宝宝，我带你去啊！你不要讲出来，带你去啊！来来来来来，你搞我，你对我怎样？那个是护那个是护送任务，我们要带宝宝去鬼屋，你不要过去。对啊，你让我也想要去啊，我也想要啊。婆婆看到你会心脏病发，不行，你是鬼。为什么？我长得，哎，我戴墨镜很帅呢。太可爱了。没有，并没有。会有咚咚咚的感觉，婆婆不行，心脏负荷不了。你在哪啦？我们在公公旁边。婆婆，你是不是在这里？婆婆。对啊，那边啊，对啊，就是那边啊。哦，真的。哦，你有。对，哦，你有。真的。哦，你有。有。啊，我那有没有靠丢的？丢鸡，丢鸡鸡啊！啦。哦。哦。不灵的。买这种 Q 出去才有道具啦。婆婆。我吃。婆婆，你怎么又亮亮？婆婆亮亮的。婆婆。婆婆，要不要买酱油？酱油。嗯，婆婆。婆婆要买酱油。婆婆要不要买酱油？给我解释的酱油，哇！你怎么发出婆婆般的笑声？你发出低俗的笑声哎！对啊！啊！我没有看到吗？相信太我没看到，在哪里啊？婆婆啊，在鬼屋啊！我有提示啊，可是他那个提示我找不到呢。我也是，我也找不到。我好想用团队语音。是我，他那个就很不明显哟。你说婆婆吗？对啊，婆婆是。所以你们现在是要找婆婆的人是不是？对啊。嗯。哎、欸，我看一下婆婆到底干嘛的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想要先过去看一下而已。哦、我要讲了哦。啊，你说。嗯。他说他弄丢钥匙在某个地方，瓦特很多的地方。瓦特很多的地方。哦，有可能。好，我找。对啊，你能去找找吗？瓦特很多的地方。所以这个婆婆为什么这边会有个这个东西啊？他是有钥匙、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喔。哎呦，他只是说他弄丢钥匙啊，然后说在水域很多的地方。对啊，我就记忆不好。对啊，所以才要护送他去水里面玩啊。你啊，怎么一下水，一下鬼屋，一下水？刚刚护送完了啊。刚刚是他说要去啊，他叫我们先去帮他看一下。啊，我们跟他讲说太恐怖，他说让、啊、他换一个。让他换一个。哎，环心，哎，环心。哎，我去很多水的地方，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哦耶哈，哦耶，你跟你讲，你等你在那边守着就好了，好不好？走了，没有，我要去找人玩，我不要跟婆婆玩，我跟别人。哎，他有无限列车哎，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什么东西啊？天哪，他弟弟有无限列车哎，什么东西啦？感觉找不到了哎，婆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啦，来不及了，婆婆去死吧。哦，烂婆婆，我无法再开启哦，哇哦，无法再开启，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好险！哦，不灵不灵，哦，不灵不灵不灵，哦，你那有嘎蟑螂，蟑螂，嘎抓丢一下，看有蟑螂，就那个婆婆刚送我的，因为你们我们没完成任务，他很生气啊，对啊，就丢一张给我说啊，这种嘴不好，然后就拿一个蟑螂丢我这样，嘴不好，啊，这种嘴不好，喵喵，
安尼都扯无。啊有啊有啊！小雨，我觉得我感觉特别的短。没有啊，我才走到两个人而已。没有，他就走，他就很坏，他是要炸你婆婆保险金的那一种。哪有？炸你婆婆还没有。每次老子问哪有？没有，他打我婆婆的那个保险员。哦，你要买保险吗？你说他不签字的话，就一直跟在他旁边，对不对？你要买保险吗？你有梦想？你有梦想？你有梦想没？梦想没？来哦，来哥哥这边哦，哥哥这边很多。输入 TK 八八八，这边有那个。哥哥这里有很多梦想哦，也不要哎，不要，好可怕。那个婆婆已经是被你带坏的。拿什么？啊，这我从小。从小看熊猫腾的影片长大的，我多老啊！差不多了吧？我从黑日治时代，我哦黑就是跨立的样品啊。你的名字要改叫昭和团团。哎呀，昭和团，昭和团，昭和。哎呀，我要笑了啦！我没办法救你了，我救你，有快跑！双城。哇，你双层保护哎！哦呦，快逃哦！快逃哦！大林保险金要不得哦！他要来找你签名了，你快跑！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那签完保险的那个都没有好下场。我也没有名人物。哎呀，直接冲闪，直接攻闪！靠背，很气哦。啊！完了，还要吗？还要吗？阿弥陀佛！没事没事，我没事我没事。阿弥陀佛！我帮你，我帮你最后一次，我帮你最后一次了，你快跑！没了没了，哎，怎么又一起？我现在就一起放吗？啊！哭啊，出不去了。啊，好久啊！你怎么了？啊，被定住哈。那个是谁？快逃！快逃！快逃！快跑！好，快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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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要不要买梦想啦？我这里很多哎、欸，要不要啦？不要！去哪里了？为什么不要？啊！不行啊！嗯？不要！你要帮忙啊！哎，都坏掉了哦。对啊，那坏掉了。哇，你要不要帮忙？欸，他找不到我。不不不，不是他。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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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嗯嗯嗯，哼，当然躲起来呀，当然躲起来啊，对不对？好难讲哦。叮铃，我刚道具用太快了。哎呦哎哎呦，火车哎，我现在看到。有啊。啊，这我就跟你讲说无限列车，它上面写无限吗？有哟。哈？被封锁。好玩。哦，这个到任务走，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又在鬼屋哎、欸，怎么又是任务？好了，我觉得我该出发了，出发，出发，你们在哪里？白金，你们在哪里？嘿嘿嘿嘿，白痴，不是啊。嗨，这是同时进行吗？嗨，他是前面那个条件没达成，后面就会那个。为什么听起来感觉很难啊？要不要我帮忙一下？帮忙一下，选一个啊！我来帮忙了，我来帮忙。后面是惩罚了，后面那个是惩罚。对啊，有我没钱啊！我来帮你们了。给我钱，可是你刚想去偷看你、啊啊。你让我杀，我就可以把钱给你的队友。哦哦，我杀一个会有3块铁哦。你杀两个啦，那应该有钱。没有啊，没有、啊，我就已经用完道具了。我说你再让我杀一个，我就可以给你们3万块。
很赚吧，赚吧。这个你们来解任务可能有点那个，有点危险哦。上树啦啦哦，而且他这边会那个哎、欸，很可怕呢、欸。这个任务这里也不行走。谁呀、啊？等一下，啦啦，哎呦，没解开可能岌岌可危。啦啦啦，啊，生气了。我有三万块了，我要去换钱。我要去发光。啊，去换钱。哦，我的天哪、啊！我怎么没看到？对啊。没有，他现在也满眼只有钱而已。花钱，他满钱就要花钱，不是不是，你大哥自己在那边找都没看到。哦，是这个哦，这个啊，啊，你要找到那个、啊，你看到了？哦，这里还有啊，月月，你要给钱，啊、你钱要给月月，钱要给月月，你要给我，月月，这什么东西啊？使用变色龙病死附近隐形哦，你要给我钱啊、哦！你不是要给我钱吗？你为什么拿着东西一直挥我？我不小心花掉了。哇！哇！大礼保险金，这个人哇！我婆那边的钱你现在拿来了？对，哇！我的天哪、啊！我婆的钱是下来了。哦，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哪一只？哦，这个，你在对话吗？哦，看到了，没有啊！我卡在莓果丛，这个，月月，你后面有人、哦、啊？这里怎么这么多狼？这什么？哦，可是森、欸、大哥没有，没有急呀，森大哥，没有，我刚是观察的。哦，这好酷哦！你就不让我看，那个、就直接杀我啊！婆婆的家属，这边是婆婆的家属，哇，你婆婆来找你，他的家属来找你要说啥了？他要有点难耶，他要个公道啊，凉啊！婆婆要个公道，这里好酷哦。嗯，不酷啊。所以你知道干嘛吗？哦，你这个哦，大礼包心机还当做哦，你金酱汤你要过去了，我在高处看到他躲在那些树里面，哇，怎么这样哇？好啦，我好吗？我直接穿太空中想要钻地道吧？哦，哇，夸张，钻一下地道嘛？太坏了，这个让我钻一下嘛。还有一个地道、欸，只是他这个地道很就只有两个点而已啦，对，不多点。喂，什么鬼？哎 ，B C D E F G H I J K。哎、欸，嘿 ，Hello， 嗨呀。It's me. Ow! 300年前的歌了，有多久了吧？我不知道、欸、其实是蛮久的啦，是四五年前有了啦，300年前。Hello， 这个位置 OK 吗 ？Hello！ 哎，你怎么没有签、啊？你怎么要签东西没叫人家名字签下去？哎哎、欸欸、你。欸、其实如果你的 skin 不是蓝色是绿色，真的很容易在里面会看不到。我刚刚差点看不到，绿色已经死掉了，绿色已经死掉了，就你保护色，保护色，就你，我在找到婆婆的钥匙，我躲一辈子吧，我们就躲到时间到吧。No， 你就找到婆婆的钥匙，刚刚打完哈气，所以他会不灵不灵，对他有钱，怎么？不灵不灵，他就 都花光了、啊，去充装了啊！怎么会有？对啊，一直在大领保险金啊！我就跟人家说缺钱，我确实没钱啊！刚刚现在有了，现在有了，他现在花掉了，现在很没钱、啊。这失败，两个都封住了，哭关了。所以你们这个任务失败会怎样啊？不告诉你啊，好吧。所以是有影响到的，好吧？那你就不要讲了。影响很大，影响到婆婆，影响可大了。我想到婆婆是什么鬼？影响到婆婆，你看家属都难过了。你没看到那边一整群的家属要跟你要公道吗？哦不，哦，整个这样子哦。
来下一个是要、哦，我要来换一个新的东西。哇，是这样子哦。你要换什么？就是刚刚好像没有用过的道具。什么道具？小雨 TP 我。我要先移到我想要用的地方。是指这个哦。来了。这是封锁这个意思。哦，就它隔就是这个、哦、过不去了。哦，那你们安全的、欸？你们安全的嘞？对啊，没有啦，不去、欸、旁边也可以走啦。只是好像没有、wow. 要绕很大一圈。哇哦，哇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哎、欸，它这个这边整个封起来了、欸，哎。耶！哇哇！哎、欸，真的过不去、啊。换团团解谜了，团团加油！要看我解谜嘞，酷哦！叮叮叮叮。这个要对寿地寿喜烧是寿喜烧，我想问你寿喜寿喜烧对寿喜烧对地对地图的寿喜烧要够熟啊、哦，对对地图的寿喜烧够死的哦，好想猜猜我是谁？我看到摄影大哥的背影是怎么回事？不好意思，摄影大哥的药水效果没有了，因为我永远过不去了吗？嗯嗯嗯，好猛哦！给我说你在哪？找到不解这个任务了吗？对啊，这个任务感觉不用解，然后你们如果躲在那个封锁区域以外，刚好跟猎人不一样的，就很爽哎、欸，很爽、啊，可以去动物园看熊猫喽。你可以去看熊猫了。哦，没钱呐、啊！你有发现根本关在同一个区域内，那就好笑了、欸。我不知道啦。假色哦，假色假色，啊、你知道很像电影院呢、欸。谁？影月啊，刚刚影月，嗯，一瞬间很像电影院，可以插的吗？不是，充电宝，充电宝、啊，充电的电源啊，电源，延长线，攻杀啊！啊延长线来啦！啊！圆圆有事再叫一下哦，有事再叫一下哦。妈，圆圆干嘛叫啊？延长线来了，延长线来了。啊！没事，没事啦，没事。我超快，没事，他踩到乐高了。怎么回事？可能乐高有点尖。根本没看到你吧？真的。好尴尬啊！你怎么在这啊？杰克，我们东西喽。我本来就失明啦。啊！又继续失明了，继续失明、啊，那我就继续失明跑吧。你是我的眼，我到底还要失明多久？你在哪里呀、啊？你是我的眼。嗯，哎、欸、哎、欸，有摄影大哥哎、欸，酷啊！就跟着你啊，就跟着我啊，肯定会叫。肯定会叫，不是我叫，应该是他们叫吧？叫大声一点。啊我要用新道具咯嘿、哦、嘿你跟我原来你在洛阳湖畔哦好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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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赚赚哦，最赚的那种。在哪里啊？这是我看一下是什么任务啊？你要找到那个东西，在那边。那哎、欸，所以封锁区域还在封锁啊？我比较好奇这点。那个封锁不会？这永久了、啊，永久了。哇，那就是等于范围缩小哎、欸。对。哇哦！哇哦！哇哦！Fantastic baby， 我要附身你再去尿尿，今天尿好多，要喝东西，要喝东西、啊，要多喝水啊！啊，不对不起，对不起，干嘛、啊？我以为我是观察者，点了他左先拍了他屁股一下，我要附身。妈、oh. okay. 啊，这什么东西啦？哎呦！你觉得他的那个题目是什么、啊？这里的、啊、这是哪里呀、啊？六国论或是历史中指出六国，哇！考历史灭亡，加油！哪一国灭亡？我哪在？哪一国灭
帝王，不要再点了，是谁又在弄我啊？抱歉，抱歉，抱歉。啊，我觉得是这个、哦，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啦。他好像我可以看得到题目、啊，哎、欸，他有错字哎、欸，哎、欸，哦对，他有错，说我拿到10块钱。他拿到10块钱太多了吧？怎样？哎、欸，这太难了！他有 CD， 然后他又有。完了完了完了！10块钱、哦，有了，每个都选一遍，欸、每个都选一遍，是吗？你对了吗？我拿到了，拿到了钱。哇，所以哦，所以你也有钱了。哦，有了，这是可以洗钱的哦。哦，你有多少钱？这对对啊，有方有理的、啊，对对，逃亡者有利的种子。我是拿到2块钱啊，答对一次我拿1块。哎、欸，很啊，你答错一次，那个鬼拿10块嘞。10块，对啊，太不平衡了吧？这个这样对吗？我还干脆不要解就好。真的，除非你对答题真的很有把握。真的呢，他要发光5次了，你完蛋了。没看到人啊？要发光发现。他买票人见了。哦，你怎么在那边啊？哎呀，他、啊、怎么又变成那个了？对啊，怎么头又变这个？对啊，怎么又是那个了？有压迫感啊！请求一个头，因为我看到都快吓死了。哎呦，完了！我撑两次了，他还有3次。摄影大哥先帮你看一下啊、哦，3次啊！我现在站在那个角度这样子拍一张，那你怎么上去啊？他找不到路。对啊，那边我不知道怎么上去哎、欸。找一下，真的是要找一下哎、欸。哦哎、欸，那个加速很强哎、欸，就是不用失明加速，而且加速好像还比较久。对，它加速30秒，加速30秒。我后来都是换那个。对啊，那个真的很猛啊！多少钱啊？1块钱哦，快。那个可是加速的话，就只能帮自己，不能帮对。对啊，没办法帮别人了、啊嗯。对啊，对啊。哦，太夸张了！10块钱是什么鬼？对啊，为什么我会拿到10块钱？我刚刚觉得超神奇，你知道吗？就是答错题目了。那个对逃亡者太不利了吧。那你可以问一下团团刚的问题，看他会答对。好，你问一下，你问一下。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根据苏洵的《六国论》中，或是历史的常识，指出六国会为什么会灭亡？啊，哪个啊？有哪些选项？彗星撞地球吧，还是什么？对，彗星撞地球啊，然后我有点没有他很好笑，他有一个是，好像这要打出来才行。嗯，你打出来，打出来。团团答错的话，请我们喝饮料，这样子。啊、10块钱饮料，饮料吧。也要也你要答案要先那什么选项先给我啊，选项要给我才知道、啊。等一下、啊，好，那个字真的不好选，可是还是会那个。嗯，还有没有什么观众知道当时的选项是什么呀？嗯，要拉回去看。嗯，要拉回去看，字有点长。还有一个我忘记是什么。贿赂秦国，贿赂泰国，泰国。就是他两个，一个泰国，一个秦国，超贱的啊！对啊，就3个、哦。骗人，没有4个，还有1个，还有一个忘记是什么。那个一看就知道不是答案的，应该是秦国吧？是啊，但是字在那个角度看起来很不明显啊，又显到太多了吧？因为它是高高的那个，它很高，对啊。然后没有品牌又不可能是。好，那我跟你讲，我在上一场就是有问也有问答，嗯，然后他也是4个选项，但是我只看到其中3个，一个是他是问说，请问熊猫尾巴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然后呢，有白色、黑色跟没有尾巴。没有尾巴，他没有尾巴吧？他应该是没有尾巴吧？然后我那个时候就选了没有尾巴。
然后嘞，然后就答错了。你是无尾熊团团吧？想骗我？假扮的哦，无尾熊团团。是啊，那个太紧张，然后就想说，哎、欸，不对，我记得凡西有跟我说，那个什么不是无尾熊，就那个熊猫的尾巴不是黑的。所以是没有，没有，我就点没有，没有，这个答案很有趣哦，我想点点看，我觉得很棒哦，夜色哥，然后就哭哭了，没有拿到道具。哦，刚才有一个是那个啦，什么秦国制作的诺亚方舟，莫名其妙，诺亚方舟，那我觉得好像就没有那么的，我们泰国。奖励可能太多了，给杀手差太多了，我觉得差太多了。他可能想说没人会猜错吧，这样子大概一半吧，一半我觉得可以，没人会猜错，就看场上剩几个人给几个吧。两块我觉得好，哦，两块也行。因为是可以重复作答，答对的话拿到一块，答错的话猎人直接拿十块。我刚刚是按了两次那个问题，所以说我拿到两块。哦，莫名其妙。哦，对，我还有一个澳洲的首都。然后他的选项有墨尔本，嗯，然后雪梨，然后坎培拉。哎，是坎培拉吗？还坎培什么的？应该是坎培拉，培拉对吧，啊？这三个。然后这真的是有点尴尬。然后我选墨尔本错了，不是不是，澳洲是坎培拉吗？对对是坎，对啊，雪梨是歌剧院啊。对啊，我没有，我那时候记到以前的了，哦，记他改了。那台湾的首都在哪里？啊，台湾的首都。首都韩国吗？不是不是，哈基有讲吗？西门町啊，西门町为什么？没有啊，那个啊，那时候玩那个啊，解码器啊，解码器啊。哦，好像有台湾的首都西门町，西门町啊，那个队友我才知道那时候是什么状况。哦，对啊，没有玩到那次。他还说盖家，莫名其妙，我傻眼。成家立业，哦，有啦有啦，我想起来那个应该是玩捉魔器，对，抓完捉魔器的时候的，哦，那次在玩，对，對啊，那一次的。哦，我想起来那次题目什么闹区闹那个闹区之类的，对，啊，好可爱，我要去找社会的社会熊，哎，我把他打去给你看啊，你看他没尾巴，对啊，他没尾巴，他屁股在笑，哎，欸，真的耶，他屁股在笑，白色的耶。他擦两个洞洞眼睛，他擦两个洞洞眼睛，可爱，我帮他擦两个洞洞眼睛。差不多啦，休息啦，啦，好，要录影，拜拜，拜拜。啦，今晚阿米狗就到这边啦。这个真的我觉得不好剪啊，所以这个应该不会剪出来，但还是做个收尾啦。我觉得观察者真的比较开心，比较轻松，哎，抓紧时间比较好。哇，好啦，感谢各位今晚的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翻新，我下次见啦，拜拜。最近想找时间好好休息耶，从看一下多久了，就好像开始每天开台已经快一年了，所以这365天，我好像只休息了4天，就 CWT 一天嘛。然后有次好像是跟巧克力他们去吃饭，团团他们吃饭是2天，然后还有一天忘了，哎，总之就是，对啊，如果12月1号开始的话，就是满365天都天天开台就快满一年了，对吧，啊？就其实自己把自己也逼得蛮紧的。早点睡，我还要剪片，早点睡。好啦，那就到这边啦，感谢各位收看，晚安喽，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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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就是开始养成，因为以前月那个每周开3天嘛，那现在就变成天天开了啊，也是 FB 影响到的啊，有好有坏啦，毕竟这样 YT 收益至少还有再起来一些些，不然。我也拿什么养自己，对吧？好啦，各位晚安啦，拜拜。下午不剪，喂，我今天健身，一大早健身，然后下午整个睡死，欸，然后还做噩梦，超好笑的。啊，晚安喽，拜拜，拜拜拜拜。刚刚早点播广告的，讲完拜拜才播广告，人都跑掉了。嗯，关了吗？
喂喂喂，还没关。